阿平姐嘛，你想要这样有自信？看我袂输，你跟我爸真实在同款。头家娘，安尼嘛咧爱讲笑，老党的呢，伊遐尼有名，想歹伊啦。我是看伊岁数跟我差不多，啊，阮拢共辈啊。啊，若阮去辈哦，绝对会怀念这款古早味的啦。讲实在，头家娘。我真正是足佩服你，不管厝内人安怎反对，有啥物想法，你也是坚持要支持恁翁。你佩服我，我叫佩服东俊呢。伊唔但唔惊艰苦，而且哦，佮身体力行，阮爸爸上爱讲的迄句话精神：命运由我不由天。我真正把这句话记牢牢。你想个变做家己的一片天，阿平姐嘛？哦，我拄仔有想讲过，恁爸遐尔有名着，哇，伊的报道足多，我都捌看过啊。其中的内容有讲着，恁爸伊上介意的，就是一句话啦。所以啊，你看伊的囝婿拢做会到啊，我是伊查某囝呢，那当属于着无？我是安尼讲无目的啦，啊！不过头家娘，你拄仔讲的，你迄个叔啊，伊会反对，我感觉唔是完全拢无道理呢。因为大家在选举的时阵哦，我看迄对手拢会乌白讲话哦，啊！万一遐记者若得咧乌白报、乌白写，要变怎？阮东俊进进东东，公民进台，无啥物袂见光的代志。我再讲，嘴伫别人身上。伊变作讲，咱嘛管袂着啊！亲者自亲，我就无得惊嘞。阿平姐嘛，卡叔讲的话，做是你好心要参选，你嘛一定会支持到底的无？对啊对啊，那是当然嘛。嗯。唔好徛我啦，迄油会喷危险啦。唉，徛较远的，我是变作头乌啊。我总是袂当，大概想要爸叫阮爸，就麻烦你啊，对吗？太麻烦啦，那煮面交我老兵。哎，煮面交恁家免偌侪时间的啦。啊，就胖的。啊！哦！哎，啊，那疼你啊！哎，头家娘，今嘛是头家回来啊哈。无可能啦，伊今嘛伫党部甲中央文会啦开会。你别紧张啦，你继续沉睡，我去看麦。哦。看到是真正，真正东京转来要安怎？是家顶的物件落落来啊，别紧张啦。哦，哦。你会记得哦，迄鸡卷放倒来厝了后，要食之前，甲放入个气炸锅，互烧，烧了后才切。啊，切切哦，配泡菜，哦，足下味，一比一着。好，试看嘛。哈，这有料啊，放好冷啊，不过嘛是爱细腻哦。哎呦！啊！好食无？你阿妈外口食无共款，好食。哪呢？我阁有秘密武器，倒。拄只看到电锅内底出物件哦，到底好奇是啥物呢？哎呦！那这是鬼阿爸呢？是啊。我怎么看这鬼阿爸无啦？我跟你讲。这酱粿吼，拢是我家己亲身做的，别位食无的。你做你放心，你提当个厝的，互恁爸配饭，我敢甲你保证，吼，伊绝对食甲酥酥叫，一口会食个三碗饭。
多谢你。对啦。好吃啊！喏，够爽嘴。叫我一碗羹哦，我再吹啥嘛？哥真正阿平，今晚约个准准准，连讲的话嘛一模一样。许多人真是拢介意这款锅渣味。嘴子子啦，食个再香，你就看囡仔。啊，就有影好食，唔是安尼啊？你看，那鸡卷啦、泡菜啦，全部话这样咧。爸，这只是普通的鸡卷，甲鸡鸭肉尔，敢真正尔好食？真正真好食啊！哎，我今仔日哦，这鸡鸭肉虽然好食，要欠一味啦。那做讲哦，有迄头骨汤皮哦，还更加好食。啊，有特别香，我袂记得，我怎么记得？好好好，来吧。你应该是要过来一碗吼，好好来，多谢。俺请教一下吼，你是拜倒一位名厨啊？下当好把欧罗街搭街吼，绝对是台菜教父，阿拉伯都是小吃女王这种等级的。想喊嘛，卖话讲，其实是来阮家边头阿平姐嘛煮的啦。爸，这盘嘛新鲜哦。阿平姐嘛，阿爷全名叫做什么呀？爸，你一问我才知影，我唔知伊名呢。伊拄仔来变煞无偌久，我拢叫伊阿平姐嘛啦。哦，爸，你是咧想啥咧？向我讲话。应该是许多以前一个好朋友啦。多几个好朋友。啊！你爸爸喺厨房，喺做药面上哪来？啊！命运由我不由天啊！等你家囡仔出生还较大咯，听讲现在拢嫁人，敢不是？爸有讲过，爸少年时阵一个好朋友鼓励伊的话，才让爸有打拼的力量。一个好朋友哦，是一个查囡仔啦。刚才恁爸呐是讲到这个故事的时阵，我恁妈听到，拢会淡薄仔吃醋呢。嗯，要不要拜托你，别在囡仔面头前咧讲这个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跟我无关系哦，啊，人伊家己的事当情况，哎，过去的代志别去讲。哎，同志，麻烦，快坐。喂，你有会啊？你嘛较近嘴，别吃多啦。哦。妈，爸真难得这么好吹到，你都可以偶尔回馈一下，不要紧啦。爸，来。来。想袂到这个好朋友唔能够煮起来，啊！佮我爸带来好的影响，我爸变出一片天啦。妈，不知你讲这个好朋友叫啥名？等哪有机会，爱甲好阿报答一下着。啊，伊叫朱丽萍啦。吴安壮婆，哎，我来收，我来收，你来先的话，我来清理就好。本来是歹势，我无提好。你有学生无？无啦。卡西吉，这边老可怜，丢人把介意，竟然是老朋友。阿姨姐，我来了哈。所以把酥酥凉凉的这个好滋味，就是你讲那位朱丽萍煮的。哦，我是本来好奇才吃的，啊，今仔天哦，吃了安尼这么烧香的口味，唔再想起迄个老朋友朱丽萍。啊，这个人怎么伫倒？前几日前哦，就捌来过。爸，来。这些东西都是阿平静煮的，爸又说口味跟少年时代时吃到的一样，那这样阿平静敢会就是同学，你是怎样面子这么难看？你还在唱歌，人没爽快心。哦，应该是今天在东部开会的时候，康伯临时做咖啡啦，啊，今麦开始就无爽快。
啊，你可能是胃痛啦。姐，麻烦你去摕一个胃药给伊咧。啊。哦，唔免啦，我直接来看医生就好。我陪你去。唔免啦，我唔是三岁囡仔，只不过是去诊所摕一个药啊，尔尔，免人陪啦。啊，搁再讲，咱两个拢无伫咧，啥物甲爸报告我选举的代志啊？好啦，那安尼较细个。这手机啊，敢是你的？啊，等下啦，麦当用这条手机啊切啦。安姐，这条这么贵的手机啊，是你的？一开始对我就特别意义，所以麦当用垃圾啦。安官姐，这条手机呢，无参就是你会用的。拄则我阁看到手上面图哟。对啊，我讲过，细汉的时阵我捌出过意外，于是我想派人绑架。你细汉时阵，我派人绑架过，干完怎？然后就有一个小哥哥过来救我。这条手机啊，就是伊留给我的，也是我上珍惜的宝贝。我就一直秘在家，无人找到我，看你要安怎把我送去幼儿园。头前有手机哦，行路较细些啦。那这哦，你做你放心啦，绝对袂叫出错去的。这件代志哦，我一定哦做甲舒适啊舒适的啦。我这个嘴哦，一定读甲哦慢慢慢，将这件代志啊揸在棺材底。啊，这世人我永远跟你嘛拢无熟识啊。精神啊！这个小公主哦，若无紧，你甲安搭好势哦，爱甲遮大声，啊好佳哉遮好作平平，啊无就叫人注意着啊！行，紧紧来。咱来买一挂糖啊啦，饼啦，啊对啦，我买一个冰淇淋给你吃，好不？啊，你搁忍耐几工啊？啊，一切了拢无问题啊！啊，搁小委屈你一个啊！啊，好啦，你妈啦，帮我炸，我要走去啦！是什么人？是谁？啊！明天我是来救你的。